Adventure Reborn 是一款以世界末日为背景所打造的点出式解谜游戏。玩家将扮演一名有着神秘过去的女孩 Hope， 想办法运用智慧拯救被乌鸦邪教抓走的父母。在冒险的路上，玩家将能够在场景中找到各式各样可以拿取的物件，接着透过简单的组合制作成新的道具，来破解场景中人物的难题。同时，玩家也必须做出许多艰难的决定，像是是否愿意相信背叛邪教组织的成员，或是选择将他作为弃子。不同的决定将会影响故事结局的走向。究竟邪教组织的计划是否能够被阻止，就考验你的智慧咯。